他说以 A 加一除他与他，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问你们 A 减二除于多少，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第一件事情被 A 加一除是与他，所以说我知道令除是为零， AK 是用起来负一代，我把这叫做 F S 好不好，所以令堂 S 用起来负一代，带进去于是事情F 保负一，所以说算出来余情三行不行？所以 x 用负一代，负一平方一 k 乘一 k 减一减五等于三，所以说算出来 k 是几？九。各位可以哈，所以说第二件事有时候可以知道，我可以假设这 fs 事情，还有几代九倍 s 平方加三 a 可以减五，是完了。那情况求多少？被 a 减二除二于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定它为零 ，a k 用起来二代，所以于四就是几 ？f 保二，看什么题？二平方是四九，三十六，加二减五，所以说告诉我于四会是几？三十三，看各位，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